What the hell's wrong with me? I don't get along with anybody, honestly. I've been living in my own head, constantly thoughts jumbled round. Think I need a You're watching Toys TV. TV.外婆，你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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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婆，你怎么
看，也有可能的话尝试做一些有版权 HBO 的一些洋剧，然后获得了公司的支持，然后就开始签约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些版权，然后我们就正式成立了腾讯来做一些授权的 HBO 的洋剧。所以你是真系呢个公开的场，系你喺一个喺公开嘅场合放咗你嘅作品，然后俾人翻译，就是我记得这个可以说吗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，在温上海的 Winter Festival， 上海的 Winter Festival， 就见到这个很年轻英俊的，真的，因为你看蓝色的口罩，这个。好正啲啊，唔係好衰啊！我喜歡嗰個作品啊，就是很靚仔啊。And then 我穿了他的干狗，對不對？我說，這個年輕人這麼哪裡弄的這個干狗那麼美麗？我以前就是在外國先見到咁靚嘅啫。我第一次喺內地見到咁靚，我就諗咧，佢係買翻嚟啊，定係自己搞嘅？我真係一個好大嘅問題，就是我不知道我確定是跟你做的。然后呢，就马上走了。这个重点的男士就是我，就是问你是怎么做的，你说的，你说。然后就是佢就系好厉害，咁咧应该就系咁咧就被啊 Queen C 罗嘅朋友见到你，咁就我哋谂。哇，羡唔羡慕啊大家？羡慕乜嘢？佢喺一个公开场合摆出佢嘅作品，然后咧就俾 Queen C 罗嘅一啲同事见到，哇，呢、这个正，我于是就咁样加入咗佢，就帮啲 line。就是这个以前是 Kim Studio 是没有这个魔力要被用的，当时就掉价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你加入之后就有了。Kim Studio 一开始是做雕像的，然后我跟他们第一次合作是跟你三个中合，对，从故事从最初那个时候开始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十五台团队，然后就我们就一起合作，后来陆续出了一些。啊，講起又講，係啊，佢哋 Inas 同埋當時見到阿 Viper 嗰啲頭髮，唔係佢個真頭髮，係個公仔嘅頭髮咧，係我覺得係燒曬班嘅。即係以前我喺外國高手啲相片度見佢，但我未見過真係咁靚，因為 Gato 個頭髮好長噶嘛，又好攣噶嘛，又分中間界，仲要中間個空咁樣 M 字麥當勞咁樣，跟住仲有好劈大劈攣嘅須，知唔知咩嚟嘅？没关系，咁咧就好靓，我觉得我真系唔系好信，我唔系要赞佢，我觉得系咪真系你做啊？你真讲，我话咦，我唔系佢年轻做唔到啊，即系当时即系内地玩伊犁丢的人真是不太多，对不对？然后但是他的技术就是那么厉害，我就直接就怀疑，但是我然后我就走了。所以 Queen Studio 咧，我觉得咧就真系佢哋系有好大嘅诚意，系咪？即系资源。佢可唔可以揾啲咁好人才？聽唔聽明我？唔係，就是我覺得，就是當天不是我找你合作，訓練呢個即係行運地咧，就他們找你合作。因為現在 Viper 已經係Inas 嘅，即係叫總設計師，即係差唔多全部俾六嘅平。基本上佢尋晚嚟到咧，夜晚嚟到，佢啲同事喺度砌嘢啦，佢仲喺度篤電話，我以為佢嬲咗我啊！不，其实他是在做耶，做的东西。
这个 Hanson 这个2.5的工程，对不对？喺度就要做緊，原來真係冇僥倖嘅，即係其實佢係好勤力，好勤力嘅。咁啊，我想問呢個好方式點樣做？你可唔可以做一個 BB？ 1.6頭髮其實就是羊毛，我們當時就選了羊毛，1.6比較細頭，比較圓，真的這個頭髮。然後其實說是直髮，其實它更多的是用膠水。用我们尝试了很多很多款的胶水，然后让它能植完以后它没有胶水的痕迹，然后又非常浓，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粘头发，严格上面就是直发。就两个方法也用，就是胶水的羊毛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花哨东西，但是密布的把它练一下。对对对，就是要很细心，就是包括我们团队植发的团队要做这些产品，他们要很细心把每一个产品都做好去做。嗯，对。我做好少少翻译吓，即系佢话其实系用羊毛做嘅，其实我知嘅，不过做唔到真系。系每一层一层咁样黐碎之后咧，摆到埋又再修剪，再打嚟。其实如果要捏佢，再卷啦，再 gel 啦，我呢个唔讲啦，就翻啲专家讲啦。比方说，如果不是讲样，不是讲样品，就是说这个讲样板，唔系讲货，这大货就是。拿多少时间去完成一个头发？我们的大货的话，平均我们有分工序、分步骤嘛。那平均一天的话，一个工人可以做1到2个头。啊？一个工人，一个工人一天做两个，1到2个。他可能干到数比较久，因为他有植发的时间，然后他的大量的时间要去。剪头发，然后去打理头发、上发胶，这样能保证到玩家的手里，他的每一个发型是标准的、统一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花了很多心思。对，那现在也知道，就是可能出货会比较慢，也是主要是在这个点上。我们希望把每一个作品能做到一个我们自己满意的程度。所以我们 QC 有很多道环节，可能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哎 OK 可以给玩家，但是我们 QC 说啊不可以，那我说 OK 我听你的。对，因为我们定了一个很严格的标准，那当然我们还在进步。然后同样的就是我们的售后也会更多听取玩家的意见，我们尽量多跟玩家沟通，多跟玩家交流，因为我觉得能喜欢1.6玩具已经不容易了，所以我们要尽量尊重每一个能购买这些玩具的朋友。明白。刚才我简单讲啦，即系其实一日要一个师傅做1至2个头，咁仲要 QC 可能系做唔翻嘅，咁啊过程复杂。我相信就是一个师傅做一个头，就是不是分工的，同一个人做。有这个师傅他是做头发的后面，啊，连一个师傅做头发前面，啊，有的师傅做胡子。那有的师傅就是专门做造型、做修饰，所以生产量就是不能太大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就是很大的问题。对啊，但是我哋真系见过啲实物嘅 Inarch 嘅头发咧，其实我哋开过两只，咁我哋睇完之后觉得真系话，咦，系好高水准嘅一个作品啦。咁啊，还有除了头发之后，还有最什么？你觉得这 Inarch最值得你们不是骄傲，就是觉得是啊，不是他们最严重、最什么、最难的技术。这除了头发之外，有没有给他最难？其实1.6可动这个产品，它没有什么难，是说我们比方说我们对面雕、对头雕，我们可能会不断的改，我们就是可能一开始我们是不计成本的。然后就是改个10版、20版都有可能，啊，不管的，那就可能有的时候玩家会说，哎，为什么你们不发新品？你们等了这么久还不发，就是因为我们对作品可能还不够满意，所以我们一直改。可能在头雕方面，目前来说可能是花最多心思，对各个细节啊、皮肤纹理啊、效果，然后。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，因为你发现我们的 NAT 的很多产品它是有场景的，它不只是一些简单的地台。那在场景上面，怎么跟
人物能有个呼应，它怎么样能可能更实用，不会太大。那这个东西我们也会花很多时间去构思、去修改，主要是这个，包括服装，可能对于版型的材料，我们也会比较花比较长的时间去，全国各地的布料市场去选可能最适合这个角色的布料，让这个衣服能更薄、更漂亮。是明白，其實最頭髮之外真係頭雕啦，即係改好多版，改20個版都有啦。另外去周圍揾啲布料咧，全國咁去揾。因為其實我自己做過，譬如我真係好失禮啊，揾啲布料係好難嘅。以前我哋去深水埗揾嘅，即係而家深水埗都七七八八啦，冇得啦。咁但係就而家就真係仲要上網揾係再難啲。咁佢哋就唔同我哋喎，我哋深水埗可能睇曬，佢哋咧就好辛苦地去虎門啦，出虎門，對唔對？都有，虎门、广州甚至浙江都有，很多很多的布料市场。对对，所以真系跨省运嘅，即其实系都真系几痛苦，即系我痛苦，即系几困难一件事，即系要跨省去运啲布料咁适合嘅。我这边你们对衣服的要求很高的，就是我发觉你们很多打展的，就是很多细节，就是这个皱件，就是很多的小的 detail， 对对，怎么做的？是穿的是缝的是？都有。其实我们在研发的团队，因为我们整个团队都是喜贸网106，然后所以我的要求他们也都会理解我们。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拿放大镜去看这个官方给我们的资料，然后说这个地方可能它是有一点点斜的，或那个地方它是更贴合的，那我们就会不断的要求我们的服装团队或者说手表团队去还原，尽可能的去还原去这个角色。对，还有就是最后一个问题，我真的是太多了，但是就是大家很多神秘的地方，头发啦、头雕啦、服装啦，另外我觉得你们每一个产品很多小的公式，比方说是我不搞不说名字，就是一个老板板，有一只飞蛾，就是很小的昆虫，这个是用什么理由制作的？好，那个小东西是金属的。金属，因为它太小了，我们怕它用塑料的会断，所以我们会用金属的东西，金属材质去做，然后再裁缝。对，然后翅膀的话，可能是用一些纸制品去还原，因为它太薄了。我见过实物啦，我哋见过佢真系有人嘅鼻屎系大过佢嘅，即系你明我你个鼻屎啊，系啦，听说个鼻大过。咁啊，就是很小，所以我在每一个公仔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亮点的部分，即系好多亮点部分，即系唔系净玩头雕、头发、眼纱，佢连嗰啲背面都好精致。不过啲我唔使讲，你哋自己去谂啦，睇啦。买晒噶，他买很多啊，即系很厉害的收藏家，是不计成本嘅。他刚开始发给我胶片的时候，我还问他你发那个电影胶给我看什么，我有看过墨姐，他说这是玩具，我说哪里的玩具，然后你厉害啊，厉害，厉害，真的。好了，那即系时间有限，都要大家正片啦，我相信大家都好想系听下Viper 嚟讲，咁我都要访问下李姐喺啲时间啊，缩定头先啦，系啦，然后我本先生有 Viper， 咁先生。我哋就請阿李姐，你上次我跟我说英语啊，你英语很流利啊，都可以，咁你可以介绍自己吗？在线介绍一下，你是这样介绍。我主要负责 operation， 就基本上除了产品研发以外的销售啊。我哋边再俾个即系啊，因为佢哋真系辛苦，因为佢哋昨天晚上先至飞过嚟，咁啊夜翻翻已经过嚟嗰边准备，系啦，咁就系啦，真系好多谢佢哋啦。咁啊，所以我问一下，就是你负责 operation， 就是你哋明年2024年有没有计划可以公布的？如果只是很秘密的话，不要说了，说给我听就可以了。但是有没有大声说？有没有什么计划明年？我们现在就是主要被要求的地方就是发挥要快一点，对吧？
然后就我们在供应链上也基本上增加了接近三倍的，在工厂上，在植发上，基本上人数都增加了三倍，可能还有所以明年发货的速度肯定会快，然后一个发货的时间会缩短，然后品类会增加。我们目标明年希望每月都会有一些发货，今年我们可能是发了三款。明年可能会大幅增加，可能会出货。咁啊，啱啱 Ivan 就话咧，佢哋想第一个目标就系唔系出啲咩嘢，就出快啲货。咁就希望加快三倍啦，即系加大三倍嘅生产力啊，然后去做三倍嘅货，即系快啲。事实上我都觉得系啊，即系又唔可以又慢啦，但系都算，因为佢每款图咧都要逐个逐个打嚟。啊，咁主粮就是发货多一点之外，你们有没有大概的方向？就是我出多一点，宵禁英雄啊，或者是出一些军事 military 的一些，或者是就是啊明星，就比方说古力龙啊，就是明星团的一些，就是你有没有方向？我们主要的思路还是优先去做 franchise， 比如说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发货的 Gandalf， 它实际上就是植发王系列，然后这个系列我们会至少出完四个，就护戒小队主要的人会全出完，然后Harry Potter 也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是优先这种 franchise， 然后 Harry Potter 我们现在是开定了那个哈利波特嘛，然后我们马上就会开罗恩和赫敏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个设计，就是这三款产品的地台是可以连接起来的。所以会让就是收藏玩家放在一起的话会很好看，会很协调。对，所以我们第一优先的是 franchise 的东西，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小的系列，我们叫名人塔，Celebrities， 然后我们会做一些名人系列的，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做李小龙，可能会做T 大白阿诺的东西。对，但就是 early stage， 还是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，但是一个规划，所以就是有 franchise 会优先出，包括后面也会做那个 Game of Thrones， 冰与火之歌，几个 franchise 做下来，然后可能会做几个这种单体的名人的，比如说 Michael Jackson， 那 Michael Jackson 应该很快，应该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就会开机，对，大体的规划就行。哇，好，我講到話好厲害啦！咁聽到頭先，可能我都講得好快㗎。咁我重複一次啦。咁但係嗰啲佢主要係出版權嘅，即係某啲公司嗰啲啦。咁我唔講啦，即係佢會出成個系列嘅，即係三四隻咁擺出嚟又靚仔啲咁樣會出啦。咁另外好消息就係名人啦，咁呢個可以講得李小龍啦，咁就。另外就有 Michael Jackson 啦，其實我之前喺上海見過佢哋嗰啲一比一嗰啲半空像 Michael Jackson 啊，李小龍好像見到，但我相信都好期望嘅。咁當然如果你想睇清楚究竟佢哋出咗咩產品咧，我喺上海啊，喺上海拍嘅一啲片就關於 Studio 同埋Inart 嗰啲，我都擺曬開 TV 噶啦，想幫我 like 下啦，唔該啊，咁啊多啲人睇，咁就嗰個睇就無人歡迎啦咁樣嚇。咁啊，我都問多一個問題啦，因為即係你我叫你 Ivan 啊，佢其實我發覺你全隊都是很年輕的，真的，對，不是化妝的，对，你倒是说注意保养啊，有注意保养啊，注意保养，对，这你多大？91年的，91年，91年哇，哇，啥嘞？三十二岁，但是你只有出英雄嘛，在联校出英雄嘛，就是不对，现在我的头发真的好笑，就是系，即系我成个团队都有能力，又年轻又我见到嗰啲人啦，即系嗰啲设计师有好多后生咁年轻，你觉得？会不会太年轻？不会，不会，因为有摆脱了，就是可以技术做很多年。对啊，所以啊，明天就是最多整车多地方有彩节啦，无论有雷修龙啦，要比六的，对，1:6，要比六雷修龙啦 ，Michael Jackson， 我真系中意 Michael Jackson， 系要比六，我真系好想要，我甚至想，会不会考虑买一个麦当劳？目前没有。我真的想出，但是我没钱。我真的没钱，但是我觉得麦当劳跟麦肯很难。如果你谈到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一定不难，有难也可以，一定买。
一定的，八字头就哪天对不动了就是五，你不明的，你不明的，叔叔告诉你。OK， 咁啊，我都希望大家輕鬆啦，講下笑啦。咁啊，我想問現場有冇啲朋友真係有問題問？問題就真係唔好搞嚟。但係如果就是現場有啲即係問題想問外包，還有啊，艾婷嘅話，可以問。這是兩個問題，這是我有多多年嘅顧問啊，那是兩個你不用暴露問，有沒有？有冇人問想問問題啊？嗱，就問下外包同埋艾婷都可以嘅，但係好勉強。啊，我哋講嚟啲。哎，有想問下投身呢一行要有啲咩嘅基本條件，或者要識啲咩？哦 ，OK， 嗱，呢個師兄就問投身玩具行業有咩基本條件？其實你呢個問題咧，我知道咧，在場都有啲人有興趣嘅。咁啊，就是剛才，李姐，還有 Weber， 就是怎麼樣投身做這個玩具這個行，有沒有條件？有沒有條件？条件就是做这个 qualification 是这个 qualification for being specialist for industry。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市场的热爱，然后其他的技术是可以学习的，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东西，对这个东西是有喜欢的，有对自己是有要求，人都可以做。即係最緊要熱愛。你所聽外國公司咁啊，佢請咧就唔係請有咩技術，係請啲熱愛嗰個玩具人啦，咁啊肯學習啦。咁啊年方面有冇有行頭？因為你們公司每一個都很年輕，又英俊又美。這個年年主你們請嗎？對，都請啊，五十多歲的。可以，我们公司也都有的。都可以的。OK 了 OK 了，没问题。我现在没东西干。哎，走了，有问题，有问题，有问题。还有，最后一个啦。我問啦，我問啦。好，點樣選擇出啲咩角色咧？你怎麼選擇出那個角色？比方說，因為你們的團隊很年輕嘛，那有一些，比方說很熱的電影，但是他之前沒有出，你們沒有看過的，但是可能比方說我們這些年紀的很喜歡的，你怎麼去選哪一些角色是出本還是不出的？我們最開始選的肯定是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后面的话会综合考虑，市场的需求和这个 IP 本身的热度。然后刚才老陈跟我讲要做那个 Ghost IP， 呀，对，所以我们肯定也会考虑做一些很经典的东西。对，所以是一个商业和喜好的综合吧。好。咁頭先嘅意思，佢意思即係話佢點樣揀？因為我知在有嗰啲人都即係我哋呢個玩家成都係啦，就話喂我哋都想出啲角色喎，咁但係即係個間公司點樣去選擇出啲角色？咁特別你團隊好似比較後生啲咁嘅喎，我哋啲老年人嘅出去咁社會啊嗰啲可能好識嘅喎。咁佢話其實原來唔係嘅，即係佢哋咧都係會睇翻。即係最主要就係佢哋團隊中唔中意嗰個角色啦。咁有啲可能近時聽人哋講話，覺得嗰樣嘢佢自己可能識，但係聽到咪有需求嘅，中意嗰啲都係近時講嘅。咁啊話可能佢都會睇下，如果睇完佢覺得有市場需求嘅，自己又中意嘅，咁佢就會出咯。咁呢個就唔同嘅。聽得好標準，你嘅普通話非常快。另外漏咗其實之前李子都有講到咧，佢專登俾我個 T 八八。咁我留咗忽然間，佢曾經經典戲，因為你提醒我問題就係其實啲經典戲佢哋都會做，即係雖然佢哋好年輕，但係佢哋係會做功課嘅，再睇翻啲即係我哋另外中意嗰啲工作。嗱咁啊，今日訪問到呢度咯，翻戲啦，因為都好準時，咁我都兩個小時就我不大公平太多時間，但是我覺得你們即係你們現在你們可以留意一下啊，對，所以如果你哋係有興趣同佢哋即係私聊嘅，其實就歡迎嘅。咁啊 ，Viper 同埋阿 Ivan 都會喺度嘅。咁啊，如果簽名啊，先謝謝啊 Ivan 啊，謝謝 Viper 啊，上面掌聲歡迎。謝謝。You are watching Toys TV.